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多几天是我妈妈的生日，我们也是计划好了，像去年一样，送她一束花，给她一个惊喜。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要来一点不一样的，给她另外一个惊喜。每一年的生日，我们都是去餐馆订了一张桌，然后每个去那边吃饭，吃来的东西都是鱼肉啊、鸡肉啊、猪肉啊、蛋类啊，或者是糖类等等。在餐馆吃饭，我们要顾一点形象，因为说话不可以太过大声，笑也不可以太过大声，因为你四周围有很多人在看。就想到今年倒不如在家做一个小小的 party， 因为我们没有邀请外人，只有我们自己一家人而已。所以最后我们决定了在家做一个 BBQ 烧烤，最重要的是可以把大家聚在一起吃着开心，小孩也玩得开心。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肯定是不小心的，我活了那么久，活到现在，这也是我第一次举办参与 BBQ 烧烤。很多做家长、做长辈的心情，他们都喜欢儿女在这个时刻陪伴在他们的身边，即使在家随便煮、随便吃，或者是你叫外卖回来家里吃，他们反而更高兴。
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。